第六，日天子长行十一法。复次，日天子得尽光普照十方众生，尽为来劫，常为利益解脱门。光焰眼天子，得以随类身开悟众生，令入智慧海解脱门。须弥光欢喜床的天子，得为一切众生主，令勤修无边净功德解脱门。净宝月天子，得修一切苦行，身心欢喜解脱门。勇猛不退转天子，得无奈光普照，令一切众生一起精爽解脱门。妙华严光明天子，得净光普照众生身，令生欢喜信解，令生欢喜信解海解脱门。最胜场光明天子，得光明普照一切世间，令承办种种妙功德解脱门。宝吉普光明天子，得大悲海无边境界种种色相宝解脱门。光明眼天子，得净智一切众生眼，令见法界障解脱门。慈德天子，得发生清净相续心，令不失坏解脱门。普运行光明天子，得普运日宫殿照十方一切众生，令成就所作业解脱门。33天，唯有33天呢，日天子、月天子啊，这日月咱们见到的啊。不过月亮更近了，这月亮的神话故事太多了啊。太阳就不行了，太阳咱们见不到，一直离着太远。白天它有光明，你也不敢看它，那光明太大了，你这眼睛看看就不行了。为什么日天子的这个神话少？因为他距离梦远，一者是距离远，二者他光力强。而冬天前嘛，晒晒太阳嘛，感觉很舒服。要夏天呢，可不行了。那高温度达到6000度，在人间得到40度，人就昏了；要到60度，人恐怕就死亡了。因此呢，关于日天子的这人间的传说故事就少，啊，月天子呢传说故事就多。咱们经常这样想，太阳、月亮，其实这33天呢，除了四王天之外，这些天它自己都有光明，不假这个日光、月光，天人身上都有光明，人间
要靠日月，它的光明照耀。有的形容是这样形容，日可以令它冷，月可以令它热，这也是神通啊，这也是神通。古人这样形容的，日月两轮，天地眼，诗书万卷胜人心。我们佛教徒可以把它改一下的，日月两轮，天地眼，佛经万卷圣贤书。但是我们这现在讲华严经的，把这个日天子形容的，可不是日天子了，都是大菩萨了。他所修行的，而且是这华严经都是继位的菩萨做这个天子。咱们心里不能这样世间眼光看啊，太阳那么温，那么高的高温，菩萨怎在那儿住啊？他是有宫殿的，有宫殿，而他的宫殿不会那么高的高温的。那日光之中有众生没有？有啊，他那热能产生的。把它别当成神话听，像因为那个梵天、六欲天，除了在我们佛经上讲，佛弟子知道，那么一般在的人呢，他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议论，他不知道他怎么议论，但是太阳、月亮就不同了，他知道了，他议论就多。咱们讲须弥山，头两天讲到的啊，四大部洲嘛是以这须弥山为中心的。这须弥山嘛，在印度说叫妙高峰，妙就好像妙者，就咱们经常讲了，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形容不可思议的意思。那不可思议的是，就是我们人凡夫的心。你去琢磨，我这个没印象，你怎么琢磨也没办法，琢磨不到它。因为在它里头，在咱们后头要讲啊，形容着这事业的成就，怎么成就的？成就了之后，咱不拿那个咱们这个人间的山来比方的须弥山，那两个完全不同的，不同的。他这个山还有隔离的意义，咱们在经上说七松香水海，七松盐水海，这一重一重的围绕着。现在外边这个过了这个七松大沿海之外，外头的海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五大洋啊，五大洋有完了，各个国界都有海啊，那完全这是世间成就。有些个咱们虽然是有形有相的，日天子跟月天子，它是有形象的，它还属于世间相啊。这个世间相跟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世间相不同的。为什么不同呢？它有主宰的意义，有主宰意义。谁主宰呢？有日天子、月天子。月亮有月亮的天子，这个什么太阳有太阳天子。如果我们学科学懂得了，也懂得的这些成就，但是没形容着还有管理的，在月球上还有人管理它，
月球上是知道了是没人类了，但是日天子所住的不是在月球那个地上，就跟咱们这个四天王天逃了一天，他离开人间了，没在人间，他这个处所，咱们相信什么呢？那月球日球这是绝对的，火星木星这也是绝对的，这是世间相，这是物质，但是日天子月天子就不是了。咱经常的把这个月亮啊形容着，人月亮属于阴相，净形容女人，那太阳呢属于阳相，刚相，他形容男人，其实都不是的，都不是的，他们是以这个随他的业报，业报要讲功德了，讲功德了，那么在华严会上，很多很多的同类的日天子、月天子，跟前头那些天呢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哎，在这个六一天讲完了，要讲的日天、月天，这完了下头就是鬼神众了，这全是继位的菩萨。有的记到人间，有大菩萨到人间继位的，像咱五台山文殊菩萨继位的，咱们见到文殊菩萨了吗？文殊菩萨都住在五台山，在哪儿住啊？哪个庙里头啊？有文殊菩萨像，对，文殊菩萨在五台山住。月天子坐在月球上坐，是吗？你到月球找不到月天子，因此做这样理解，这样集结。那么这一下呀，就讲这个，总说了，日天子，那个得到净光普照的十方众生的。第一个讲他，第二个得一切随类身开悟众生的，第三个须弥光，须弥光的就是他以须弥山的名字，那欢喜闯的天子，这不一个一个说他了，这以下这个标题都这意思，取他中间的他行道的时候，或者他成道的时候，他继位的时候，这都是大菩萨，所以都以佛来赞叹佛，来以佛的加持力。那么这第一位的日天子，他是以他为代表性的，以下的这个日天子呢，就含舍在一个第一个天子，他就代表说了。但是文宗呢，这个第一个代表呢，就把每一个天子都说一下，前头是大概解释一下，后头嘛，这个净光的这个普照众生，这个日天子啊，就代表大众，又说赞叹的偈颂，咱们现在就讲一讲啊，就这样含义。就是说他所修行的法门，他证得菩萨道，他怎么证得的？他说他所能够见到佛身的智慧光明，就像那日球一样的。日球是什么样子呢？他的普照，不管你是东边说日本也好，最西边说美国也好，你看那地球是圆的吧？圆的，
转过来转过去，嗯嗯嗯，但是只是形容这一个球，这一个球，嗯，一个天子要主持这么一个球，那空中无穷无尽的球，有无穷无尽的天子，这个四天下有一个月天子，有个日天子，另一个四天下也有个一天子、月天子，那就这四天下多了。嗯嗯，一个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嗯，那一个佛土里头，那一上亿数的日天子、月天子，嗯，那个不见得都是菩萨，不见得都是继位。这是讲代表性的，代表性的，能够到华严法会的，咱们所说的都是法华严海会继位的菩萨来祝佛扬化，也是他自己求法闻法。你先要懂得这个含义，别当日天子、月天子这样想，别想到月球跟日球那样想，那想你没法进入啊，那就误解了，那误解了，就像你想说在另一个星球、另一个世界，说到娑婆世界南阎浮提南瞻部洲，南州部里头有个中国，中国里头有个四大名山，文殊菩萨就住在五台山，观音菩萨就住在普陀山。那你要从他的世界来到这儿来找文殊菩萨，你到这五台山找吧。这用你观字去观啊，所以日天子、月天子，你得有这种惯例去观想，不要用众生心去分别圣境。这个大义地跟大家说一说，不然咱们天天讲什么天子了，什么日个天子、月天子，就把它挡到月球里头去了。日天子在月球里头，就跟咱们说文殊菩萨就在五台山去吧，咱们天天在五台山，有的在五台山住了这么多年了，好多辈子，文殊菩萨究竟在哪儿住呢？说戴罗顶，戴罗顶是像啊，但是文殊菩萨住那个戴罗顶那几间小破房啊，可能吗？你得这样想，或者你像人一样的啊，找他的肉身，没有，他是法身，骗一切错。等他思想肉身了，跟你一样，你又不认识了，你能认识说这个是文殊菩萨，哪个是啊？你不见得认识他，这是你修观的时候，等你智慧开了。你得福德智慧增长了，你自然能见到，你有那个得了，日天子、月天子都来给你护法。你说冬天很冷，你叫月天子你给我放点热能吧，他给你放点热能。夏天很热，叫这月天子你放点阴气吧，让它凉一凉，清凉一下。那是佛说华严经呢，他们都来了，来的是继位的菩萨，不是一切天子都能来得到的，知道这个含义就行了。是做圣境坏，不要让我们现在的心理来揣度这些个问题，你揣度不了，这个是不能误入的，得要智入，要智入，因为我们这个智慧达不到。第一个，他这是总说了，说他就说到他所这个净光啊。日天子他所得的法门，所得的佛的自身，
用日月形容他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这个照一切处，他是平等平等的，没有分别的。嗯，那众生要有障，有障。然后像我们要在太阳的光照普遍的，如果我们在法堂里头照不到呢，照不到，一个赶着他的难，赶着他的难，嗯，他直接着他照不到呢，因为有遮，嗯，有遮，就像我们见不到文殊师利菩萨，在五台山见不到文殊师利菩萨，你有遮，遮就是障，有障。尽管它光是普遍的，嗯，嗯，你有障，照不到你。它是无私的普照的，嗯，不是它给你做遮障，是你自己做遮障。嗯，这个普照的意思，有时候要你心，心，嗯，嗯，他心是普照的，嗯，普照的，嗯，要接受阳光多，接受阳光少，那就是他。他自分的障碍了，嗯，要处所呢，嗯，那么一个啊，太阳的光只能照这个，照这个四大部洲，这个四大部洲外头，它另有个太阳了，不是他照的了，嗯，那要这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是十方法界都能够做得到的，嗯，在十方。要处所说十方他都能是他的化度众生的处所，嗯，要时间呢，那是近未来际了，近未来际即是没有边际的，嗯，说成了佛了，成了佛了还要化度众生，成了佛的化度生所现的不一定是佛身了，要心要处要识，嗯，只要它功能，嗯，佛菩萨利益众生时候没有间断的，没有间断的，嗯，是心处识永远不间断，嗯，以什么来表现呢？以他所无量劫修成的道果发出智慧，以智慧善巧方便利益众生，但是又说回来了啊，说到本体上，这是用跟前头讲大方广的体相用，大方广华严经就是佛的体相用，要润说是入世，润黄归于体，嗯，咱们前头讲了很多了，为什么到这个这一本快完了，把它再重说一下子，就是这个，它的功用是常无间断的，嗯，看来这是形容着净光日天子，实际上一切菩萨都入世，他只得到佛的一份，嗯，他的心得到自性的本体了，嗯，他的大用的所用的处所进十方法界，嗯，而且无处所的处所要时间近未来际，嗯，要他所用的功用利益众生的功用常识无间断，永远这利于众生。这叫把这一本，把这个第一个的日天子的作为这样解释，其实是十方的一切日天子，不止这个娑婆世界，任何世界日天子，只要菩萨即位显圣，他有这些殊胜的方便。能够利益众生，使众生开悟，就是那个阳光一定照耀一切众生，使众生呢得到温暖。
有这个含义。嗯。那么第二个的偏执，它随一众生的类，随一些众生的身，众生哪一类就是哪的身。嗯。它令他们明白开悟。嗯。都入智慧海。那他也得到这个解脱门。嗯。解脱门呢，就他在利益众生上没有障碍了，他能得到解脱了。但是此是他所证得的，他所证得的。嗯。因为他能入佛智，入佛智。嗯。随那个众生的哪一类身，他就现哪一类的身。现哪类身。但是种种方便，种种方便，目的是让他开悟。悟呢，就是说明白一点，就是应众生的明白。悟跟迷，迷是不明白，悟是明白了。明白了，渐渐的证入。嗯嗯。第三个是天子，他对于那个。佛的德的无障碍，佛的德无障碍，随着众生的缘而去利益众生，但是众生都是眼悟的，随着他的眼缘而去利益他，但是他自己没有眼，他是绝了眼的，纯净的，所以叫净功德了。因为在这个事上头，利益众生的事，他能契合的理，那理呢是骗的，是无边际的，那事也就无边际了，就是随他的功恨所修了。这个都有出入的。因为他现在还是菩萨，他是华严菩萨了，来华严海会的都是华严菩萨了，但是还不是佛，不是佛就说的还没有究竟。第四这个日天子，他修的是用这个大智慧指导他的大悲心，给那一切受苦的众生，度那些受苦众生，灵让他得了离苦得乐，生欢喜。第五个天王，他利益众生时候也是无奈的，令众生嘛离开的障，离开祸，起祸造业，业就能障，断祸不造业了，不造业了，障就消失了。而要他所实现的身，因为他有了智慧了，那身也就无障碍了，所以都称光明，光无障碍故。普照的意思呢，他能够，若时间上说，前头啊，一说到普照，一说到普的意思，或者要心，或者要处，或者要识，或者要他的功用，都入世。这样呢才成光，反正这十个日天子不离开光，光是呢还是善巧，就是智慧。智慧有两种，有种根本字，有种方便善巧字。如果详细又有锅再分开呢，有十种。十字圆明，到经文里头讲啊，十字菩萨都叫字。或者十普菩萨都叫普，说十林菩萨都叫林，他这以十为本的，好比就像日天子，那十个都是日天子，这总称，他有别名呢，别号呢。
这个无奈意，随着每一个天子所证得的，只能说他这一部分无奈，无奈就是无障碍，无障碍。嗯，他行这一道的法门无障碍。嗯，然后第五吧，他的体离开一些障，离开一些惑，说要身要智都成是光明的，说无障碍，是普照的。但是他护持众生，或者众生，或者众生呢？他有三种的精气，一个地精气，没有阳光抚育，五谷不能丰收，不能成长。嗯，还有众生的形貌的端严丑恶，形体的大小。那随着众生的精气，没有住籍，还有法的精气，就是修行的思戒引进禅慧方愿力字，修行啊，持戒啊，这些个，是法，要法说的。买一个日光天子，这个十个日光天子各个说的法门不同，实际他们十个是互相通的，互相通的。前头讲个第一讲净光天子，那第六个也讲净光，跟净光相等，身智有两种光，身心是清净的，清净而有光明，他的因为他信佛信三宝的，乃至信他自己的心，是深广的，永远是欢喜的。日天子第七个，他是以他所的功能说，功能说是光明了，光明是都心放出来的心光，心光精勤修行，一切的善业所集聚的所放的光明。那么第八种是大悲海，我们经常说无缘大悲，这只是菩萨的祝福的愿力了，无缘大悲。咱们举个例子吧，就是现在我们，我跟那有缘的，在对我们来说很少，咱不说是六十人口，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的13亿人口，你有缘的才有几个呀？很少很少，直接着的、间接着的，恐怕10000也没有啊。这个无缘大悲，什么因缘没有，我大悲心要把它苦把它快乐，这只是说你的发愿而已了，愿呢。而距离事实很远很远的，把愿变成事实。这个大悲海呢，是指着佛说的了，无缘大悲，无缘大悲，就是佛最初发心修道乃至成道，如果是佛能视线变成水，说这个山上没水，那佛都能视线加持让那山有水，修道者就能在这个的枝掌就能修道。这问题你看着了好像很神奇似的，这个山原来没水，但修道者一住你挖它就有水，但是水不大能够你的生活，想多得没有。那你道心退或者你没道了，这个山水断了，那你该走了，还缘尽了，缘尽就得分手，
你再住下去你就得饿死渴死。你在哪儿住着没缘了，你走吧。这个含义就是这样的，说佛是无缘大慈大悲的，无缘大慈大悲普利一切的。愿力啊是入世啊，没缘还是度不了的。佛门广大，无缘难入，他不进你这个门，你说了他不听，他不理你这套。人家那个讲恋爱的，你跟他说去，我去当和尚当比丘尼去，他跟你干嘛呢？他听都不听你的，这叫无缘啊。但是他有他的业缘呢，他善缘就没有啊。就是佛门广大，无缘的难度，人跟人之间无缘，无缘你接触不了，你怎么能接触得了他呢？而且人类啊，好像是没界限，实际上人跟人界限非常的清楚，你相信吗？你是学哪一类的？你读书的同学，好像在一个学校里，应该都一样，但你学的科不同，科不同。关键毕业了各走各的行业，也有转业的了，而所学的非所用，用不上。佛学不是这样子，你学了就能用得上。你开始一学断烦恼，这个谁都用得上吧，说求解脱哪个都用得上吧。用的这个道理是无缘大悲，我们经常讲啊，无缘大悲啊，因为铜铁都有佛像。很难呢，很难呢。在这个上有时解释很多的，很多的，解释很多的，跟我们来说你没办法进入。你能够四相一一的三相，佛等你证得了，你有这种力量。现在我们就变不了，我们这肉体啊，你没到解脱境界的正现前你变不了，你心光发现不出来。说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能变个狗去把那狗渡了，你变不到。变了之后渡了狗了，你又还原了，又是人，人又变成菩萨，变成个日天子，去度日度太阳神去了，办得到吗？这个妙用啊，是大悲海的大悲作为道场，就像那个他用海，那海里头能够出很多的宝，一些宝物都在海里是藏着，蕴藏好多宝，你能得到吗？你要有了福了，那海神龙神就给你献宝来了，献宝来了。懂得这个含义就行了，这是形容这个日天子的。这个日天子，第八个日天子叫大悲海，第九个天子他叫是发生，发生除障碍。在佛所发生清净心啊，供养一些诸佛，一些障碍都没有了。而每个天子都说他一种德，说他一种德。完了，这十个加起来只是佛的一部分，十个一天子得到一部分，十个四方天得到一部分，是。乃至于往前所说吧，咱们说这个华严海会的每一个菩萨都能跟佛有一部分相应，像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多份相应，都相应了，跟佛相应了，跟佛融为一体了。
这重新的又来说，而是日天子，他成佛的威力，骗光一切的日天子赞叹佛，跟前头都一样的啊，他这个次序程序啊，每一个的经的序序都一样的，赞叹偈子。有时候就不讲了，大家体会，咱们前头说的很多了。如来广大智慧光，普照十方诸国度，一切众生显见佛，种种调伏多方便。前头两句是佛光普照，是净光普照了。后两句，后一句是见佛得的利益。因为佛有种种很多方便，破欲辞，破黑难，拿什么来呢？拿智慧光来破。这智慧光就表明是多种的方便的智慧，是智慧行方便，是想了种种的方便善巧，来利益众生。就是应以哪一法得度他，就给他说哪一法。这得对机呀，观机说法。如来色相无有边，随其所要悉现身，普为世间开智海，艳阳入世观于佛。就是艳阳的日天子，他这样来看佛的。他说佛的色相啊，没有边际的，又没色相，于是法身而现的色相。你要喜欢见个什么，佛就现个什么身。大家可以从这上理解，泰国人照的像就是像泰国人，在印度人的照的像就像印度人，日本照的像你看就跟日本人差不多，咱们大陆照的像，汉地的跟藏地的造的像都不一样的，为什么？他喜欢这个样子，他就造出了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佛身普现的意思，随你众生造什么缘，造什么缘，这还寡说人类了，造的佛像了。那其他的类的众生呢，就不是这样的了。燕眼天王他这样看佛的，佛身无等无有比，光明照耀遍四方，超过一切最无上入世法门欢喜得，欢喜日天子得的这个法门，唯利世间修苦行，往来住有无量劫，光明遍尽入虚空，宝月能知此方便。这一句诵嘛，修苦行，修苦行，我们要出家修苦行的也很多，现在我们这个修苦行的现在少了，不过到终南山、普陀山、九华山都有。咱们五台山也有啊，住那茅棚的那是修苦和修苦行的，修苦行的。苦行的含义呢，就是使你肉身呐、这肉体呀、能够维持生命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还能维持生命。我以前在上峰山。看什么上方山那个，我们叫广这个修苦行的叫老修仙，那老字不代表他年龄老，说他一年入世，两年入世，老是这样做，苦到什么程度呢？饭没得吃，
他怎么活着呢？嗯，他照样活着。逮哪个山修行人，他是什么？挖那种草根子，那种草根子不叫草根子啊，是黄精，黄精。他夏天时候，他掌门把他挖出来，好像像萝卜没萝卜那么大，啊，比手指头是粗的，很长很细，吃这种东西，能吃的人呢，身体飘轻，这是道家把这个当成粮，叫黄精，好像天然的似的，给这个修道者生这种物件。但是上方三吃的方法呢，不同。他要九蒸九晒，把它蒸熟，完了再把它晒太阳，晒太阳完了又再蒸，蒸完了再晒，蒸九次晒九次，这大概古来行道者开了悟了。传授这种方法吧。另外呢，那个山上有种那个香椿树，野生的啊，香椿树，把那香椿，如果有那个人家上山供养，什么都不要，就要盐巴，把这香椿跟盐巴揽一揽，跟着黄精吃。这是饭菜，饮食入世，一件纳衣，一件纳衣，几十年就一件纳衣。这个苦行啊，住在洞里头，什么都不需要，还有床吗？没有，石头就床了，大地就为床了。地为床，天为被，天都是盖的被盖。他叫苦恨吗？行苦恨吗？身无长物。他苦恨多种了。那外道的行苦恨的多，跟佛教的苦恨不一样的。像四火婆罗门呐、什么九十六种外道，都是修苦恨的。他过去发愿。叫苦行僧嘛，咱们这个佛的弟子当中，迦舍尊者，常住寂静处，他是行苦行的，行苦行的，这是第一种，满他自己本来的愿呢，行苦行的，但是他自己欢喜，愿意这样做，无累无挂。咱们现在不行啊，咱们现在的滋生的工具啊，要刷牙漱口啊，那时候嚼嚼树枝，知道一嚼杨枝。我跟我们老法师弘一老法师说，有牙刷牙膏他不用的，他用那个嚼杨枝。在他圆寂时候，你现在要到这个福建泉州，你看老法师那个遗物里头就这么一捆一捆的，怎么我们整理好了什么呢？杨枝，他在圆寂时候还攒了很多杨枝，他还没嚼完呢。他每天攒一拿杨枝耍，这些苦恨一种啊，几十年一双鞋，几十年一把伞，他自己补，补了又补，几十年一张蚊帐，那么还给他个挂的字儿，蚊帐是补了好多补的。也是苦行僧啊，行苦行的，但是他有智慧，他智慧造的苦的性体，苦的性体是不苦的了，行为是苦的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苦行僧感觉他很苦，他以此为乐，这就是思想问题，他不因为是苦啊，他这很快乐，无挂无奈，什么无求无得，什么也不要求。
土性是空寂的。嗯，形容这个意思，那它有一种智慧光明。对，为什么要啥事这样做？是他的观念，他思想这样才能成道，无牵无挂才能成道。嗯，现在我们看我们道友，你住山里头还说有门关吗？没门可关的了。他也没谁怕偷，也不谁耐拿谁呢，他没东西啊，你偷他啥吗？对，他比你还穷。嗯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含义。嗯，他是表现自己无挂碍。嗯嗯，另一种呢，众生嘛，他身心都要讲一个舒服愉快。你看我们衣服很多，铺盖很多，什么，反正日用之生之具吧，都很那个，很多的，物多必累，香囊所寄，无非秽物，秽就是脏的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得那多衣？除了三多衣了，你要说净啊，说净就不是秽物。你学戒的时候都要说净啊，这个含义了。哎，这个菩萨，他是表示身心欢喜，不以物为累行苦行，以自造为以智慧来造苦的性，性不苦，就是一切的都是净的，没有染的，没有五毒。没有五毒，自利利他，以自利利他的果，一切就清净，像虚空一样的。说自他没有果，没有果不是没有因吗？不是这样讲的。没有果，果是无力之果。没有那个厉害的果，完全清净的。他身心欢喜，这个身心欢喜说是不为物类所累，自造的本相全是清净的，片净无染。自他有果，这个果两种解释，一种到成道的道果，道果，把上三界，得到什么果呢？光明照，光明照，黑难消除了，障碍没有了，光中没有污染，光没有污染，片照清净，就这个含义。以下五六的赞颂啊，佛言妙音无障碍，普遍十方住果度，以法滋味一群生，勇猛能知此方便，放光明王不思议，普净一切众寒食，悉时发生深信解，此华应天所入门。这个吗？清凉寺国师告诉这两个句子，你在这个贤首品呢，自然就学到了，不加解释了。其实这上头的这个寄送啊，你到后头贤首品、敬恨品、菩萨问明品、光明觉品，都讲这些个，就是讲这些个道理。那要重说了，咱们这料提一提。一切诸佛法入世，悉作菩提树王下，令非道者住于道，宝积光明如是见。这一话啊，你念起来就懂了。一切佛法都这样子的，什么样子呢？每个佛成佛都住在菩提下。
令非道者，你走错了道了，那个道不是正道啊，不是菩提道，走的黑难道，走的六道，那六道就六道轮回了，不要走那个道，那叫非道。你住在菩提道上好了，那宝积光明天王他得到这个法，众生守，众生蒙难遇此苦，佛欲令其生净眼，得清净发眼净了，一切遇此苦都消失了。是故为言智慧等善目于此生观察，解脱方便自在善，要有成见一供养，悉时修行至于果。此是得天方便，方便力。这个嘛，自己看文都可以解释了。解脱，解脱得讲个方便方法。你拜忏呢，业障消了也解脱呀。念经啊，也解脱呀；闻法呀，也解脱呀；上殿过斋堂啊，也解脱呀。上殿过斋堂怎么解脱啊？你肚子饱了不解脱了，肚子没饱饿的门叫唤，就解脱了。而且这是人间，还有个圣果。你到那儿到斋堂吃饭，咱们和尚吃饭也不简单，不是到那儿拿起碗来就吃。你得先乞讨，你先发愿，吃完饭了还得回向，还得忏悔。他说和尚饭好吃，我说不好吃，你吃了可就真不好吃。他说我吃了怎么着，真不好吃，不是吃素吗？我说不是荤素的问题。饭前你得供养，得发愿，饭后还得忏悔，还得了得，还要回向，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这叫做佛事，不是吃饭去了，做佛事去了，两个都有了哈，佛事俗事都有了。但是这个道理你得懂，你不懂了不行，懂了之后你就知道了。一法门中无量门无量千劫入世说，说言法门广大义，普运光天之所了。日天子宫的光一照，你说一道光吗？千道光吗？你看到多少道光？万道金光，这是奇劫。如果你到过山洞，蓬莱仙岛，蓬莱山，你到那个山上看太阳，东海观日，它有个山对着东海看，那个日头刚要出来没出来，万道金光啊，没看见太阳时候，空中万道金光，时间很短，大概在一分钟之内吧，光明遍照，那太阳出来半截时候全是红的，那也是蓬莱仙岛看着奇景啊。完了还在那个山上能看见，看见那海里头一个城，一个城。这在我们学佛人就一看就知道，钱达坡城，钱达坡住的就是海上城，这海市蜃楼嘛。但是必须得那个天都很晴的，海上能看到。这种形容词了，形容词了。事实上呢，钱达坡城是虚幻的，到先讲到钱达坡咱们会讲到的。到崂山，就是蓬莱仙岛，就是山东的崂山，离着青岛很近。你到那儿去了，那叫仙界。那我们哈山大师在那儿修一个海门寺，现在庙里没和尚了，老早也没和尚了，到清朝就没和尚了。那这山上老道多，因为崂山出道士，崂山出神仙嘛。山东人因为崂山出神仙，在那山里住的神仙，你看着没好远，但你可过不去，过不去。你说我搭个桥吧，我山上搭个桥吧，
你搭了就晃了，搭了就晃了，它两个三夹之后，你说，那叫奇景啊，奇景，叫老散。现在日天子就解释完了，日天子、月天子，咱就不大什么解释了，咱念念，念念就行了。必须月天子常行施法，扶持月天子得净光普照法界，摄化众生解脱门。华光极王天子，华光极光明天子，得观察一切众生界，令普入无边法解脱门。众妙净光天子，得了知一切众生心海，种种攀缘转，种种攀缘转呐、解脱门。南乐世间新天子，得与一切众生不可思议乐，令荣耀大欢喜解脱门。树王眼光明天子，得入田家作业，种芽根梗等随时守护，令成就解脱门。出现净光天子，得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令现在的受苦受乐事解脱门。普游不动光天子，得那得清得思清净月，普现十方解脱门。兴许王自在天子，得开示一切法，入幻入虚空，无相无自无自性解脱门。净觉月天子，普一切众生起大业用的解脱门。大威德光明天子，得普断一切疑惑解脱门。十个天子啊，那么月天月亮跟我们太接近了，现在嘛，美国飞机到了，飞到月亮里头去了吧。现在我们中国准备大概是说是06年嘛，今年04年后年嘛，我们要上天了，带人到月宫去，到月天子去，什么也没有，那个月亮上头没水，没动物，没生物。美国上去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准备将来这个地球人间要是干什么了坏了，往月宫搬，没水搬不去。现在火星可以，火星有水，有水可能有生存资料。现在不要，美国两个那个飞船在这个火星上还在考察呢吗？还没考察完吗？对，那么这个月天子不像我们神话讲月亮啊，我们有些人玄想就是那个玄妙的玄呢，就思想想的很玄很妙的，经常呢啊，或者夜间呢看着月亮啊，想嫦娥，没有，嫦娥没到月亮去，那是办不到的。而且有时候说在底下看着那月亮里头好像有棵树，树底下还有个兔子，没有，是幻想。形容着月光天子跟日光天子的大字都是一样的，每个人呢都悟得一些个境界，这些境界呢大家随着文看呢，因为咱们前头都讲过了，大字都相同，说他光上的现的身，身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，身字的身是身，字是字，身有时候智慧表现在身上，智慧必须得有个身体表现呢，身是智慧的身，智慧光线的，就像形容着法界，我们讲法界，讲四法界、理法界，
看着是两个不同的，四十四里是里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。没四不能显理，没理不能成四，就是形容着说这个智慧的光，照你的心，把那心的欲辞黑暗破除了，就显现出了你的智慧光了。这种解释了，大家看看这个，以后咱们到那个经里头啊，它都有解释的，这得不重说了，以前都说过了啊，这不再解释了。有些个大意略微说一下，做度于众生的有两种作业，一种是自己的身口作业，身口作业自己受，心里的起念，身口作业。但是这个身口呢，要是利用智慧，什么智慧呢？是离地那个离，比如智慧，耕耘你的心地，地呀、啊，篱笆是离地的，离地的离什么地呢？是心地。咱们得讲大乘学论嘛，熏修嘛，二种熏修嘛，把这身口。就像一个牛，你这个所有的立志的智慧就像个犁头来经你的心地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我们大乘经论二种熏习，善业熏习释放，恶业就消失了，善业就增长了。你亲近的是善友，那你得到利益就熏习了，你经常的行道了，道心就重一点，恶业熏习，业障心就重一点，道心就没有了。这个在那个书抄里头有解释啊，那咱这个不多解释了。这里头说一切众生等以菩提心为家，咱们现在不是的。咱什么也啥？咱神是咱们的家呢？祸业苦，现在咱们受的，咱们受的就是咱们家，受的什么苦？那么现在不苦啊？这叫细祸。咱们现在现象上说还感觉不到，等你一生病了，你感觉苦了，感觉苦了。我们过斋堂，我们刚才讲，今天如果菜饭呢，饭大概都大致差不多了。看那个菜呀，我们北方人啊，那是咸的；山西人要那吃醋，酸的。那咱们这是过斋堂，也没给你摆个醋坛儿，也没摆个盐坛儿。有的现在这个斋堂里头，他给你摆几个调料，醋啊，酱油啊，就代表盐巴了，还摆个海椒罐儿，这是少数的了。像我们几百人的斋堂，上千人的没有了，这就取消了。这得随缘，得随缘，这就叫随业转。你的生活，一切生活随业转。那菩萨他转的就不同了，他是越转。这但是这是知道，知着知住的知啊，就知本那个知，拿这个来知住你的道业。你说你不吃行吗？不睡觉行吗？现在我们这个肉身是不行的了，他有这种的知住，你经常还要生病，行不行？头痛了，肚子痛了，这是小病，发烧感冒了，是一般的。
但是你是肝炎了，是肺结核了，我说艾滋病我们这里都不会得的，我们这没有。对，像那飞碟不知道什么传来的，现在还没查不出来它对治的药，去年闹得很厉害吧，路上断了行人了，走路上那限制的不得了，这叫业。而后啊，业还多得很呢，不知名的病很多很多。为什么？现在科学进步了，科学进步了怎么病多呀？科学进步了药多呀，你没有病这个药该怎么对治你啊？什么药啊？连那个你种田里的麦子豆子都要打药，现在那个猪要卖的时候给它打上两针，没几天就胖了，肥的个不得了，你吃吗？吃那个肉嘛，就容易得病。粮食也如是啊，农药啊，农药里都有成分很多呀。往往现在这个病治疗很困难。我说这个治疗很困难是心病啊，还有种病叫心病啊。现在的众生心呢，比50年前比100年前多得很。现在你不用看着成年人，你看10几岁的孩子，5、6岁的小孩啊，现在孩子太聪明了，不是聪明了，坏的不得了，是这个聪明了，真是坏的不得了。眼恨特别多，敬恨特别少。越来越入世，什么正真如成正智慧，可以说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的道友想找善知识，想遇见真正的善知识。什么是真正的善知识？有人像我这样问，向我请求，我是不是有这样善知识，求我介绍一下。我说你念法华经啊，华严经啊，这都是善知识啊，真正的善知识啊，是真正的。你打开经本啊，佛菩萨现前呢，你照那上的佛怎么说的，你去做去吧。佛在世也入世啊，你见了佛请佛，佛跟你说法呀，叫你怎么做呀。你一出家先把戒定慧学好，这不是善知识吗？现在时候我们这个现在说不世界，而且我们在末法当中，末法嘛，可以说才起头，还早呢。这末法一万年，这才几百年嘛，顶多1000年嘛，是吧？都是到那个什么，法尽了，法没有了，真正末了。没有法当也就没生了。知道这种道理，你就知道现在是迷加深了，悟呢没得，不是完全没得，是你不进入。你打开经本都是悟的方法啊，对，有深有浅，那看你过去的许愿，有深有浅。现在过去朝五代三的，
都要见着多少圣灯了，见着光明了。现在很少听见有人说我在五台山看见多少灯啊，多少灯没有，少了，很少了。我说过去朝五台山的都能见智慧灯，五个台顶都现智慧灯。我曾经跟人开玩笑，我说到五台山来吧，你能看见。说真的吗？我真的。说戴老顶带了好多电灯啊，你去看吧，我带回去你看。真的啊，像你晚上看对戴老顶看放光。因为那是假的。真的也是假的，你看见智慧灯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看见文殊菩萨，你还得修啊。文殊菩萨只能告诉你个方法，但是能见，就是你业障消失，起码没消失干净嘛。能见到智慧灯吗？起码心里生大欢喜心呢。哎呀，菩萨加死我了，我业障消失了。那几天你很勇猛精进，过去了呢。又懈怠了，都入世了。而是月天子成佛的威力，普观一切月宫宫殿中诸天聚会而说颂言：佛放光明遍世间，照耀十方诸国度，言不思议广大法，容破众生慈祸难，境界无边无有尽，与无量劫常开导，种种自在化群生，华极入世观于佛，众生心海念念书，佛自宽广悉了之，普为说法令欢喜，此妙光明之所之解脱。众善无有圣难乐，沉迷乐道受诸苦，如来是彼法性门，难乐思维入世间。圣难者，圣难乐嘛，就是圣字涅槃，就叫圣难乐。本有金无，本有金无，这个是您的本子上没有啊，经文正文没有，这是书抄上说的啊。过去有，现在没了，什么呢？是你那个法性身，法性实体不是没了，是被那个妄遮住了，沉迷妄苦把你给遮住了。我们经常说苦乐，苦乐这两个呀分不开的呀，乐是苦，乐是苦的因，苦是乐的果。苦了之后苦尽甜来，那苦又是因了，乐又是果了。苦是因，现在咱们在这个八苦当中修道了，开始觉悟修道了，修的苦断了，苦断了乐果就成了，那苦又是因，乐又是果了。这苦乐本来是相对法的，相对法的，这样来解释，迷了就苦，悟了就乐。咱们众生是时而迷了，时而又悟了，时而迷了，时而又悟了，打开经本啊，哈，好都明白，经本一合呀，又都迷了，忘了。我这是听道友互相的加冕了，大家共同修道了，说打个佛七了。但是就算悟了吧，向那个菩提道上走，过了那一个期呢，哎呀，这个期打太辛苦了，该休息休息了。这叫精进懈怠，懈怠精进，所以他很不容易成啊。这个时候遇到了自己善根发现，又修一阵子啊，一转道又换了跑道了，说为什么要升极乐世界，那就跑道不换了，走得慢一点，一直走，一直成佛。所以
求生极乐世界，就是我们因为根基扎不稳，就是精进根基扎不稳，到了极乐世界，那个根基打好了，再不堕六道了，是直至成佛。嗯，是这个含义了。如来稀有大慈悲，唯利众生入住有，说法劝善令成就，此目光天所了之。世间开山法光明，分别世间住业性，善恶所性无失坏，静观见此生欢喜。佛为一切福所依，譬如大地次公时，巧似利诱，难乐难闻道，不动能知持方便。巧似利诱，咱们念的观世音菩萨品或者念地藏经，它有很多的善巧方便，令你离开忧苦，那个难闻的在菩提道上找行道。我们好多道友说没有智慧，嗯，读经记不得，啊，文法呀也是听了就忘了，嗯，听的时候还明白，嗯，敢离开法堂呢没有了，还还给法堂了，留在法堂里头，怎么办呢？《地藏经》第十二品，大家看。佛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让观音菩萨弘扬地藏经，说地藏菩萨能令一切众生开智慧，怎么开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对我们出家两众，特别我们在普陀山很容易，供上一杯水，地藏菩萨前的供养一杯水，今天早晨供的，明天早晨你把这杯水喝了，不要很多了，小杯子，冬天你不要喝，喝了肚子疼，因为你供上了早晨是冷水，像这夏天了没关系了，你供一杯水，喝完了你要发愿，说没智慧，请菩萨加持我智慧，但是佛说的你有几条戒，不要喝酒，不要吃肉，不要打妄语，酒肉咱们容易说瞎话，恐怕顺口就出来了，这无始习来的，把这个记到，酒肉邪淫及妄语，邪淫呢正淫都没有，这根本没关系了，酒肉邪淫及妄语，这个是就是一个妄语一个，三七日内勿杀害，二十一天不要杀害众生，这个我们做得到，就一个你促众供水的时候说话特别注意，再别少说话，在供水时候就妄语戒嘛，完了喝这个水，地藏菩萨加倍你智慧，完了再念一些声圣号，那更力量更大了，这是一个方法，还有方法呢，忏悔磕头，不止消这一个业了，等你有了智慧了，是能够计算，能够知道许命，你每天磕头念经拜忏，一定要发愿得许命通，这也是你念菩萨念地藏菩萨念观音菩萨都做得到，而念文殊菩萨、舍利菩萨，这开智慧的也特别，就念一个咒，就念嗡阿尔巴的那迪，天天念，特别念那个迪字，嗡阿尔巴的那迪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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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到那个气儿啊来不到了，开智慧。西藏时候在西藏出家，你到六七岁、十岁以上的绝对不收你。必须得小孩，你要出家得从童年出家，西藏没有半路出家的，那喇嘛师傅都是从小三五岁就入庙了，那头一两年呢不会让你读神什么经，也不就念一个咒，
文殊师利菩萨心咒，就嗡二八的那地地，特别弥勒五台山里头念，特别的效果大。你说你没智慧，你求啊，智慧是求来的，断惑呀，两种功能，一种断惑的功能，一种开智慧的功能，也生出智慧火。这个咱们汉地很少讲，在西藏的天天讲，消除魔火生智慧火。世尊开禅法光明，分别世间诸业性，善恶所行无私坏，见净光见子生欢喜。佛为一切福所依，譬如大地持公时，大地持公时，这大地上的你建房子建宫建石的，这是受持的意思，大地能持一切的了。特别是念那地藏经的监牢地神护法品，你要特别对那监牢地神特别尊敬他。你的衣食住行啊，只要你受地藏经念地藏经，他一定护持你，都专护地藏菩萨。在第十一品，地藏经第十一品，他说这个事情他所看见的文殊普贤观音弥勒愿也无尽，但是不能跟地藏王菩萨比，地藏菩萨愿是永远无尽的，说他独护地藏菩萨。监牢地神是什么？你说所有农村都有个土地公公，小土地面，那些都是监牢地神的眷属。地藏经啊，前头那第一品跟这个世界妙庄严品的大致差不多的，所以我跟我们几位法师弘扬地藏经的，认为它就是华严经的一部分，就是华严经，它里的含义多分是华严经的。智慧光明周法界，现行无数等众生，普为一切开真实，兴许王天悟四道，佛入虚空无自性，为利众生现世间，现好庄严入影像，净觉天王入世间，佛身毛孔普眼印，法云佛似悉无余，听闻莫不生欢喜，入世解脱光天悟。所有的诸天大众，华严海会的，是天众，这天众就是大菩萨继位的天众，都来参加华严法会，能够到华严法会的来。我们现在都是参加华严法会的，不过是在末法参加，末法也入事儿，读华严经的没分别的。现在我们这个学，在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那些华严法会的，我一赞叹佛，不要解释，用不着解释，大家都明白。那个里头没有一个普通的，咱们说是普通老百姓啊，不是的了，没有一个不是菩萨位子的。说三贤位的菩萨，凡夫只有一个，谁呀？善财童子，但是他是极盛成佛的。那善财童子过去的历史，咱不说了。自从在华严经里看看他所做所行的，善财童子，那他是那个华严经的当机众，只有他从凡夫生信心。但是我想啊，我学华严经的时候，我开始学华严经的时候，我这样想：善财童子那些个都是那么大的菩萨，他能亲自见到文殊菩萨，给他劝发信心，
我说哪个要能亲自见着文殊菩萨发信心，让文殊菩萨指示你缠这个扇子那个扇子，缠这个扇子是那个扇子杠头，都是大菩萨。观音菩萨在继位的27位，回向位，回向的十回向当中，第七回向，观音菩萨化身就祭献那个来善财童子参他。他还说啊，我仅知道这一个大悲法门，其他的你就请另一个善知识，就给他介绍一个介绍，都是大菩萨。你从观音菩萨，你可以体会到那些都是大菩萨。那么善财童子就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了，对，就是他那善根相当的深厚，对。因此啊，这些个咱都念一念。现在这些个前头的，这还是续份，还没是没到正宗份呢，是叙说。据说这个华严法会的哪些人参加听经听华严法会的，这才说到天众一半，还有鬼神呢，一共有5卷，现在咱才讲了2卷，快2个月了，说听众才说到天众，还有鬼神众呢，完了还说菩萨众呢，菩萨众搁最后，最后大菩萨众，大菩萨众。今天我们时间到了。